我们来到一个设计师的家。这是一个厨房，然后一个这个，这个是以前的浴室，我把它墙壁变成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变成啊，所以一浴缸都还对，就依照这个是修理他先生来帮我钉的，哇，这后面也太棒了，后面可以去看，这个是猪舍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洗手间，洗手间啊。这后面本来是猪舍，现在变成日式，这个变喝茶的地方。你家也太好了吧！哇，好喜欢哦！哇，这边是个厕所，好有趣哦。我爸妈的家在街上，所以你不是住这里啊？我跟先生有时候是住这里。哦，难怪你都可以包栋。现在小小一间也蛮有特色的，还有竹子。啊，这是洗澡的地方，洗澡的地方，就长长的这样子而已，小小的，啊，开了吗？哇，你看小小的，好特别哦！哇，那个带花不少心思哦，这样很有特色哎，连这个栓子都是用树枝的，你看，而且太棒了，它那个对不起了，你看这是洗澡的地方。这边可以住住人，可以看房间，有房间啊，我说包栋哦，还有房间啊，就是房间给你们看，说住这太棒了吧。哇，这是床，这房间，哇，如果四个人，它就会变成两张双人床，然后你们猜这是做什么用？接壁上面掉下来的，接壁虎山，接什么壁虎？那个是我以前住台北的时候的那个落地窗的山，然后我就把它，就反正很多都废物利用嘛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然后你看那个吊衣服的网子是接壁虎的大便。然后因为不想放一个衣柜，我就哦，直接就挂那边。他这边就可以吊衣服。哎，我真的觉得。人真的创意无限哎，好会生活，什么都可以。嗯，要启蒙在这里。只要有太阳，只要有太阳的话，那个阴影会更棒。启蒙在这边，对对对。喝咖啡哦。怎么样？然后就有一些很琐碎，我都来不及解说了。哦，好特别哦。你们喜欢喝单品还是？他们的专业，我们只要咖啡，我们就很感谢。太特别的地方了。嗯，那个灯泡在里面，它也用木头这样盖起来，还会这样子修。对啊，哎，其实对对对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对啊，因为每个人的风格。有点想说到会不会把这个，但是就是说传统，然后它对哈，你去过没有？玉林看到屋顶对不对？它就是客人的时候或者什么，就是平常能盖起来这样，那个阳光直接进来。口红叫秘鲁啊，黑白花的顶嘴，它秘鲁，秘鲁，很有名，真的，因为我感觉他对我有点警戒，哎，有可能哦。帮你们，那还蛮有，
南中午有吃饱吗？有啊，有吃饱。那一家我觉得他东西真的好吃，健康。